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哦，课本喜欢讲能量流转，奇怪，我喜欢动哎，转会有这种倒回来的感觉，因为物质循环，对不对？物质不变，所以物质会一直存在。那你说能量也不变是没错，但是能量会散失啊，散失到环境当中就不能够为我们所用啊，所以太阳能不是要一直不断的 input， 对不对啊？所以我喜欢讲能量流动啊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课本好像喜欢写能量流转啊。